啊？十二。大猪又不小。啊，四百来多斤。这个没有昨天那个大，昨天五百多。中秋节正好赶上我们那个红旗镇大集市，所以今天呢，既是过节也来赶集，最主要是帮我兄弟接着卖肉。早晨刚刚六点啊，严阵以待，小围裙集体代驾啊。走的又像咱自己家过年杀的那个猪似的啊，那感觉呢。农村卖肉就是这种肉，特别受欢迎。猪肉，18、19。趁着现在人少，咱们出去溜达一圈。这人没少弄啊。咱离主要是火力壮，但我就我这么一个傻子，可是啥都是傻。全是这是什么穿钉子什么的哈？穿钉沙粒布，沙粒布什么的。这样大一点啊？件40，件50，50。这大号。你给我挑点。肯定挑啊。这边好喝。这小桶。呱呱的首选，纯野生河蟹，这是土牛河，咱这是土牛河。啊，这玩意儿溜骨哈，就这种就飞的，带印儿的，啊。啊，就是这，你看这黑的吗？这就是黄。哎，煮熟了，这就是黄。哎，煮熟它就是红的，煮熟就红的了。哎，对对对。8斤6两，大连的。你说鱼哥，你怎么什么都干？你啊，你去搞定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把那个招用完划一划还行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蜂蜜啊？哎呦，这大鱼。这个大。这鱼能有多少斤？10来斤，我是自己上别人多少钱一斤？10块，涨价了，8块呢。然后我兄弟一到过节就毁，就忙毁了。挣点小钱。哎呀，我谦虚了。水不浪叽。那嘴里东西，你要不水不浪叽，那怎么弄？3点20，给50。我就抓那俩虾就值2块钱。啊，这又捡一个去，又捡一个。别吵，这个是放拐的。这小葡萄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酸菜都卖老了，大头菜，海货，又可是大香锅，来这，上那老火了。哎呀，俊哥，过节也不休息啊？哎呀，不行，这忙。过节好呀。过节好，中秋节好，中秋节好，走了你妈啊！好，鲨鱼，这玩意儿可老有食欲了，老有食欲了，这一排。就是虾小鱼儿，480那些哈，500，610。我是一百二十斤的。你好，我大姐叫大姐高高，我是马那女的，我是马那的。七，这话也最好。1包270，还没买够，还得弄点。好的好的。手指肥肉都往外冒油，正亮。哎呦，一看这是鲜的，这一刀下去。82，180，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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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
四百五。一点下去直冒油。拿二，你找了？找五百四十一百。拿了，十五。276，276，276吧，跟点点一样，排骨有，排骨，没有，没有。
还有他们现在还有一桶吧，还有在快速锅里，现在涨上去了，哎，就排骨。主要是猪排骨涨少了，还有啊，菜刀，多涨点就好了，多来买排骨。不好，也是排骨啊！我带这大鱼钓的，夸夸夸夸一夸，完事一事，手法娴熟。你要多少？买的。十二。十二。昨天晚上给我扫了。没了没了没了。我搁这给摆一桌了吗？